我跟你们讲啊，如果我在一个小时内找不到客人呢、啊，一定是你们这几个黑衣服了。你看，上班好累，到底什么工作让我这么累啊？今天的第一集呢，我就化为一天的实习生来到酷吧。今天其实还很早啊，是5:09。我们今天主要是来到这边学习一下，就是不同职业到底有什么专业所在。所以老板叫我，如果要跟他们学坐餐车的话，要这个时间到这边。可是我不懂工作又是什么哦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找老板。今天我到底要做什么？ Okay, 现在我就是要去找老板。老板已经开始开工了，我迟到。老板，哎呦，我来报到了。啊，现在是几点啦？啊，为什么会有人比打工的比老板还要晚到？来来来，跟你们介绍，跟你们介绍，他就是我今天要打工的老板阿焕。对对对，你好，俊豪。你在这一行做了多少年？严格算起来5年，五年快五年多这样子。OK， 对。只是哦，你卖东西应该是在早上9点半，5点多叫我过来做梦。对，因为要备料，因为我们准备食材啊，都要一点时间，弄热一些肉类啊，食材装上车都是时间。所以你说的肉类是这个？对对对，鸡肉。对，所以平常我都是要5点多起来就开始准备。对，如果是早上的话，有时候我们会更早，有些活动是要8点，那我们可能4点。OK， 可能要更早，或3点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快点来处理。对对对对，因为第二卖场成员要来了。现在戴好手套就是要腌肉，是不是？对，要腌肉，因为我们这边鸡肉是刚清洗好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清洗好鸡肉嘛，那我们基本上就是要把它放在我们的特制的腌料里面。哦，老板特制的腌料，对 ，recipe 是什么？两个字，用心。可是我这样很香，对，它等一下烤起来会更有那个香气。好，抓腌一下。我不知道该不该讲，就是真空这件事情其实是对腌制是有效的。秘密，这是秘密、啊。这个是一个食材原理，因为真空之下哈、啊，就是所有的腌料一起打进这鸡腿里面。哦，对，比较快速可以把这个鸡肉给腌。OK， 好，这样我就要上真空袋了，是吗？是。OK， 我拿去。好。哎，啊，这个，看动作有点娘了，我怕炸到我。耶、yeah, ，对了，一下去就有那个滋滋声，就对了，就是耐心的等待，这样乖哦，很熟哦，要乖哦。不然如果你觉得无聊，可以唱一首歌。唱什么？老板，你想听什么歌？你会唱什么歌？你通常唱什么歌手的？现在就是很煎熬的时候，很煎熬的。心一跳。老板，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卖多少？哇，通常不好说。我们团会尽量预估高一点。啊，我今天第一天吃饭。OK， 我们就没那么多哈。可以可以。团这个，老板有言不由衷的感觉。对，不然你回家。啊啊！对不起，老板，我跪下，我们卖个200片。200片，可以。至少，通常都是有这样的数量啊。如果在面包的份数，可能。看场地，有些地方可以达到，可能有些地方达不到的。很难想象啊、哦，每天5点多起来，然后就要站在炉旁边，这样热。对，很热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而且没有风扇，哦、真的很热。不是，其实是可以钻的，可是你钻了，那个温度就不一样啦、啊。对对对，底子是这样，12片，12到15片。哎、欸，我要给你看，有一个怕热的摄影师现在躲在墙壁后面。我要怕我才躲起来的，躲在墙壁后面。这有点重。哎呀，重，温度稳定。
吃过。我大概给你讲解一下，我们说是其他出货应该是你跟顾客的接触吧。嗯，我们的招牌手撕猪肉啊，我推荐的话，古巴三明治，古巴三明治里面就是有这个手撕猪，加 cheese， 它是加双倍的 cheese， 加蛋加 bacon。顺川辣炒鸡是有那个辣炒鸡的腌料的鸡肉，还有 cheese 加 bacon 啊。我现在在记着，我现在在背那个名字，手撕猪，古巴三明治。OK， 好，加油！我上去准备。你看，有我在，你看旁边那个，什么意思？啊？为什么？你看，为那个喝咖啡，你看。为那边喝咖啡。啊，现在找客人来。现在。你这不很像啊？先可能会。帅哥，要买早餐吗？现在可能还好一点，因为我们是 sandwich 很出名的哦。还有，你要做我第一个顾客吗？我找朋友来先。你的朋友在哪里？打电话现在 call， 男的是吧？好像是我晕。OK， 因为通常男生会问朋友，通常都是女性朋友。你会方便就是我发一个 story 在我们的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然后你讲一点话的，可以会来。早安，早安！今天我们酷爸来到了色当的彩虹桥这边，有优惠给大家。除了买我们的 sandwich 之外呢，还有抽奖活动，不来你吃亏，赶快来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想安迪，我平常不是这样的。彩虹桥，色当彩虹桥。等一下找人来啊，一排人都可以，找几个朋友买一下就50块了。什么？这个谁都可以吃的，你。平时有吃过这种吗？没有，是不是很少机会找得到？是不是？叫来就来。来，阿姐来这边。姐姐，你要我带什么？这边，这位帅哥给你介绍。哦，迷迭香，迷迭香。你过来的。你要super set 还是 value set 还是阿拉嘎？不要说那么可怜，对不对？直接拿 super set。OK。不要辣啊。OK。不要辣。来教我怎么做。喊到最大，奶酒。平常喝什么口味的奶茶？你不喝奶茶，豆浆吗？没有豆浆，豆浆跟咖啡。豆奶喽，黑豆浆。我们豆浆，我们算。哦呦，有黑芝麻豆浆。黑芝麻豆浆，豆浆咖啡。好，很时尚的姐姐。你要吃什么早餐 ？Sandwich。可以讲话。你会讲话。你吃过酷泡吗？之前有吃过我们的 Sandwich 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，这样你要试一下我们的招牌吗？我们有那个手撕猪或者是古巴三明治都很不错，蛮多人叫是古巴三明治啦。猪肉的 OK 哈，好，东西25令吉，25令吉可以，那我算一下，没错，谢谢，记得带回来拿哦。好。OK 啊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如果我在一个小时内招不到10个客人呢、啊，一定是你们这几个黑衣服的。你看，啊，一个躲树上，一个躲草丛那边，你看全部站在那边，然后他们都全部在那边看，不敢镜头，不敢进来，然后都是这样啊。走开，一个人抓。哎，你们在这边也要保持微笑。要笑吗？要笑。来，一个小时吃煮有点少哎，啊，吃煮还少啊？Hello， 来看看一下我们古巴的 sandwich， 来，你可以站过来没关系啦。嗯，啊，古巴三明治是有那个手撕猪，然后我们里面还有鸡刚刚俊彤给老板娘骂，因为他老板讲那个鸡肉太少，结果俊彤就真的是假，这么一小块，这么一小块，只有这么一小块，然后老板娘就被打，直接问他，你不如不要加更好。一点都不演戏，来这么累吗？
没有被骂，讲话控制不了，没有骂你。没有啦，就是一时把握不好肉的分量这样。哎，突然间他又觉得他没有错，好像是你凶了一点。他讲的一点很重要，是人家给了这么多的钱，我们要给人家足够的料。这是我们餐车的那个初衷。凶屁哦！对吧？你在凶什么？A few moments later. Oh.他在我努力工作的这个情况下给关荣退休。Oh my god！ 我真的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有半年啦、啊，已经十一岁。没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，我就只是这样用罢了，我只是这样用罢了。刚才真的只是这样子抓，然后我发现还有弯掉，然后我刚熬回来就断了。真的。好了，丢了。Okay, 对不起啊，中正直。OK， 然后你说有割到没有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我应该是握太紧，因为那个肉 我要破半。嗯，没事没事。你就想到我的臂力那么强。对。OK OK。那个是训练你的那个西瓜。不好意思啊，七十 A 四方两酱。七十 A 四方两个酱。没有。你的单号。懂吗？懂单号啊。哦，对不起。懂吗？你要记得吃，这是小孩子。嗯、来来来，各位各位，注意大家状况了，我们有看到激动的粉丝亲自来到现场干嘛？看到吗？你敢说我不漂亮啊？没有，漂亮啊！俊宏，你为什么有这样漂亮的粉丝？哦，爸爸，真的吗？不好意思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来来，我跟你介绍，我现在带麦生日，我们这个是古巴的生日，你有吃过吧？没有，这你就私下了不？没有，我上到不要吃饭了。啊？不要吃饭，要上到去。我那个。你要先吃饱才有力赚钱的吗？还有 OK 啊，你有吃过吗？我们古巴的，来来，阿德，阿德。叫什么名字？我要叫什么？姐姐叫 Hester 啊 ，Hester。好，我在溜滑。Hester， 等一下哦，十分钟回来呢。你送他，金龙给送过去给你吗？送给你，还要跟你合照。我等下来。你竟然叫人家来跟你？可以。我等下给你送给他。把你送给他。我现在要去送餐给我刚刚的顾客，我的有看我节目的粉丝 ，Oh my god！ 来来来，你的好了，要好了，好，我要回去忙啊。这个是。要赶快看了，不然还会来不及。就可以了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这个还要再一下子。还要好的再放过来这边。哦。还不。摆回刚刚一开始那个的样子。对。不要紧张。要好了，要好了，要好了。走出去。要好了。我们这边帅哥帮你烤，一定好吃。等一下，哎，要烤到香脆才给你，可以给你的吗？对，在。这是鸡肉，鸡肉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你要鸡肉还是猪肉啊？你是要什么？可以，我们接下来接车。嗯，招牌是猪肉、哦。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放纸，像这样子，每一个。对。准备要出炉了。三十秒，再弹一个鸡腿啊，弹一条多一点。一个两个，你的也起错了，来，头要朝上，啊对，没错，没错，就，我那边在这里哦，啊，你在那边，来你的是这个来，我的，你的对，再来，再来有没问题，迷迭香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的，你要吃的都可以来，培根，培根，来，都，谢谢您，迷迭香后面，迷迭香等我看一下啊。
终于现在没有人了，来，我可以问老板， yes. 今天一整天我的工作状态如何？你满意吗？你要听好的还是不好的？你想先听哪一个？很多人讲先甜后苦嘛，可是我想要先苦后甜，好吗？先苦后甜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真的，嗯，没有什么太大的，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。我觉得以一个新手来讲，我觉得你是一个上手最快的，嗯，这是让我有点意外。哎，我以为是啊、最多就是一人啊来做做花瓶，哇，对，最多来干嘛干嘛，我想就是只是一个长得好看而已，应该做事就是就是做不来这样子。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过专注。哦，就是我死盯一个东西在看。对对对，太过专注只做一件事情，我们会要同时做很多事情，可能包括同时接单，同时会有电话来，又或者同时安排订单。同时要跟顾客收钱、出钱、沟通好、介绍菜单，然后跟 topping 给前台手这些等等，因为还是需要一个蛮 multitask 的一件事情。真的没错，因为我在认真你教我烤面包的时候，你一直给我讲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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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，我听不进去，你听不进去，我真的很怕你不要再加单了，真的。今天做到真的很开心，老板，你看到我翅膀长起来了吗？有，快快飞起来！有点想到我要飞起来了，飞离地球啊，飞离地球！好，今天真的很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不把一个机会，真的让我有机会尝试到原来餐车的工作是这样子，真的不容易啊，是不容易。如果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就是把现在的这份工作完全辞掉，来库巴做一年，不会，不会。嘿嘿，这样怎么办？那之前就这个任务就失败了吗？对不对？那我就这样啦，各位拜拜。那以后有要找工作的话，欢迎来找库巴，谢谢，拜拜。